下的哦。欢迎大家呢，在舞台前面的野餐垫都可以找个位置坐下来，因为我们的座位区已经通通都满了。把这个活动最主要，也是讲甲咱这咱基丁的这一挂啊，咱这著名的部分啊，大家能够更亲近一点点啊。今仔咱干部公司伫这搭办这个活动，主要是要甲大家介绍，让大家知影讲咱过港隧道，为民国73年开通以后，即马已经过30多年啊。延迟它老化的程度之外的速度之外，那我们还会针对快车道的伸缩缝做一些改善，让它可以更平整。就是伸缩缝有时候高低会有高低差，那就是经过的时候就会碰一下碰一下，我们会做对这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个改善。Oh,